多少个钟头？难道我们警察同仁的待遇可以跟一般人所比吗？我们这么的危险，有没有人感受过我们警察的感受？如此不公平的行为，我们警察是不是要站出来跟我们的政府说，这一切是这么不公平、不道德、不仁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请全讯部告诉我们，你到底凭什么这样子乱改我们的年薪制度？你到底凭什么发我们的抚恤金发给我们？你到底凭什么不依法去发抚恤金？凭什么以你个人的喜恶、个人的标准来断定一个人到底可以得到多少抚恤金？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？全讯部还有我们各个单位总是告诉我们依法行政，但是我想问，这个法到底是什么法？是我们全讯部心中的那一本法，还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？请他们告诉我们，凭什么我们的警察不可以好好的去领他们的退休金？凭什么我们警察不能获得该有的尊严？我们警察这么辛苦，我们警察